1700架次，预计新出港旅客达到27.23万人。可前往自助值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。我现在正那个办登机手续呢，那个记得给多多多穿点。对吗？我早听到了。你们几个只有呀？谢谢您的联系问题。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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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多震撼呀！ It's amazing， 挺震撼的，棒，非常激动，对，非常震撼，心情澎湃的感觉，我就很激动，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唱。我们也是跟着这个改革开放一起长起来的一代啊，正好这40年真是从小到大都经历了，就感觉特别激动。2019年嘛，正好是我们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让我想起6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唱了这首歌。你希望中国越来越强大，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2019年加油。尊敬的各位旅客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，祝您新春快乐，旅途平安。